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。你想救纪云河，就得杀了我。我不死，他就得死。少谷主已和纪云河谋划，三日后张先使来访时，他们会趁机动手。时机选得不错，我还可以再拿一次解药，为浩清再应付一次那个人。把这个收入密室，之后浩清会看到的。青叔，你侍奉我多久了？属下自北渊追随谷主来到万花谷，至今已有300余年了。这么久了。很喜欢喝你冲的茶，再为我冲一次，之后可能没机会喝了。好。青叔，事成之后，你就回北渊寻你兄长吧。之后的日子，想做什么就去做。你终于来了，青叔被擒，大势已去，父亲，交出谷主令牌。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接手万花谷了，但这般贸然行事，谷中会有非议啊。忠于父亲的长老，我皆已调出谷，等他们回来，也无力回天了。嗯，但他们会极力反对你，你可应付得来？众生皆有弱点。软肋，劣质幼稚，用尽其能为己所用。父亲，您救我的，我已尽数掌握他们的可控之处。接手万花谷，您不用担心。考虑的周全，不错。但是，你如何处置我呀？安心隐退，我会寻个地方，让您颐养天年。可是我不死，你这个谷主之位，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。生养之恩，不可磨灭。父亲终究是父亲，难道您就不想放下寒霜，做一个普通的父亲，享受父子天伦吗？自古称大事者，须毒，须狠，须绝。浩清，你心思细密，思虑周全，只可惜心肠还是太软了。出事了，少谷主！与云和结盟，你一开始就知道，
的棋局里。知子莫若父，郝清，你骗不了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逼我走到这一步？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陪我演这出戏？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。太让我失望了，心慈手软，当断不断。你这副模样，谈何继承万花谷？所以情书是故意输给云禾。你要对云禾做什么？你说呢？我教过你，只有强者才有资格保护真实之物。就要求你做一件事。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。你想救纪云禾，就得杀了我。我不死，他就得死。坚守底线，为父深感欣慰，这是我永远做不到的一件事。什么意思？